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2023年最新款的透明塑料柜，它是可以翻盖的，然后呢可以放纸尿裤，可以放瓶瓶罐罐，可以放衣服。大家看一下，四层，下面是带有轮的，它活动很轻松。然后呢，上面这个又可以放那些瓶瓶罐罐，可以收纳很多。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呢，这个有三个颜色，一个茶色，一个灰色，还有一个白色。看一下，可以放纸尿裤，可以放奶瓶、奶粉瓶。可以放衣服，把我们的衣服全部都放下去，这样子。